首先呢，第一个步骤呢，我们先把高丽菜切成细碎，水滚之后呢，下面线，我们现在面线呢就是含水捞起，先拌麻油，还有两颗蛋，还有高丽菜，酱油拌匀，倒一点点花生油就好了，热度差不多的时候我们转中小火入锅，把两面煎的恰恰金黄之后呢，我们就刷上那个酱油膏，撒一点点海苔粉就完成了。